没用一颗铁钉，仅靠着几千吨木头之间的咬合，就将中国古建筑中的斗拱结构发挥到了极致。它就是内陷木塔。历经四次超大地震和千年风雨的侵蚀，它傲然屹立，不是坚不可摧，而是依靠刚柔并济的建筑结构，在天灾地变里灵活地调整自己，直到成为奇迹。24根承重柱轮番受力，将所受冲击力巧妙分散。顶部的塔刹高耸庄严，既是精妙的装点，又是能庇护古塔的避雷针。50多面牌匾是历次修缮木塔的历史见证，诉说着千百年间的故事。远看擎天柱，近似百尺帘，塔内诸佛静坐安详，好似在说：“此塔只因天上有，人间难得几回闻。”